我见识到了真正的阴间玩家。今天夜兔做任务的时候，这地上怎么在发光？我就过去看了一眼，没想到，哇，这是什么声音啊？我立刻就趴下了，我以为我要嘎了，但是他们只是在扔闪光弹，并没有过来攻击我。等待恢复的这段时间，只能听到音乐声越来越大。我知道他们就在我的附近，但是我又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哪儿，无法攻击。终于好了。哇，说真的，咱就不能好好玩游戏吗？我裤子都湿了。